欢迎掌声鼓励欢迎他。大家好。哎呦。天天宝宝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会说华语吗？会。你会对不对？会。因为我相信呢，你住在这里附近，对，你的学校也在这里附近嘛，对不对？不是。啊，你有打电话叫你的哥分下来吗？没有。真的吗？没有啊，那你看这边的人呢还不够多，所以你应该叫你的 friend 啊，你的家人啊，全部下来嘛，对不对？家人啊，那你不然你在这里大大声说了，听到你声音，他们说，哎，这个声音很熟悉，他们说不定会下来的。你快点叫人家下来，支持国庆日庆祝。没有人住这边的。有啦，周围这么多竹屋。嗯，怎么叫他们下来？啊，你不是很喜欢吃三条半的那个鹅卵有没有？啊，你大声一点，把那个鹅卵一天过来这边也不错的，可以吗？可以、啊。试试看，试试看。不是鹅卵滴啦，周围的居民朋友啊，听到我廖文凯美妙的声音，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欢庆新加坡47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新加坡 ！Happy Birthday 新加坡！啊，你只会这句啊？啊啦！啊，前面讲太快了，前面那些都不用讲了、啊。讲太快了吗？哎，假啦，现在的小朋友哈，来不用紧张，先跟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打声招呼，问声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安尼吼，这是福建腔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This is Chinese 讲华语运动啊。按摩啊，按摩在讲，祝、祝你身体健康，在讲。啊 ，I'm a big， 安尼可以说了。啊 ，I'm a big。I'm 什么 ？I'm a big。A big。I am a pig. I am a pig. Are you a pig? I'm a pig. 啊，对对对对，啊，一个一跳的，够就乖就乖哈。啊，英文你不会说吗？不会。啊，那 Happy Birthday 新加坡你会吗？会。啊，真的吗？来说来听一下。Happy Birthday。啊。新加坡够淡薄 Hokkien Q， 真是很不简单了哈。来，我们掌声鼓励给我们的小黄雷。接下来第一首歌曲送了什么歌？祝贺。啊，祝贺啊，祝贺新加坡。我讲好笑，你笑得好，对不对？来，掌声鼓励廖文凯。笑好，唱我大家，谢谢。哎，你是 superstar， 可以下台唱歌的，没有问题，好不好？要廖文凯下台的朋友，掌声听一下。不错。出来，我对你好，这嘛是应该。你的亲情，我的亲爱，使咱快乐点情海。你对我好，这我的出来，我对你好，这嘛是应该。无缘无故，感情变歹，要咱听开笑无？我祝福你有新的生涯，今世无缘你海来世，才阁继续咱的爱。你对我好，这我的厝内，我对你好，这嘛是应该。你的亲情，我的亲爱，使咱快乐点情海。你对我好，这我的厝内，我对你好，这嘛是应该。无缘无故，感情变歹，要咱听开笑无？我祝福你有新的生涯，今世无缘去海来世，才阁继续咱的爱。啊，我
胸内，我祝福你有新的生态，今世无缘去海内西，只好继续咱的爱。顺便呢热身一下，等一下稍后呢我们的大二贵宾莅临现场的时候，你们呢可以发挥你们全部的力量，好不好？谢谢谢谢。接下来带来一首歌是好死了，不是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啊，我好死了，你恐婚吗？恐婚。 OK， 好死好死，来掌声鼓励这首好死了，廖文凯。欢迎我们的大会贵宾，所以呢，你要特别的，哎，啊，
不起，对不起。你看，你看，你看，小朋友啊，这就是不一样啦，小朋友就比较多。感谢你，你好，你金姐无？啊，金姐。对对，你安，你健康一世人。好，来，我们话不多说，好不好？大家呢，现在呢，以最热掌声，你要打扮好，欢迎我们大会贵宾。这是咩？阿明。耶耶。啊，欢迎我们的大会贵宾。OK， 你的手放开。来，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大会贵宾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三八旺基层组织顾问，我们的李逸云 PBM 莅临我们大会现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let's all put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our grassroots advisor, Miss Ellen Lee PBM, MP for Sembawang GRC Woodland. Happy National Day!